挽歌，眨一眨眼皮能把鬼识破。天河，这名字好。叫什么好啊？你看看下面，河宽八百里，自古人难过，羽毛也沉底。哦，八百里，羽毛也沉底。这水好厉害啊！这么宽的河怎么过呀？这地方连条船也没有，有船也要沉下去。师傅，那边好像有人，咱们看看去吧。师傅，您慢着点。最最威风的河神，灵感大王；最最灵验的河神，灵感大王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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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最威风的河神，灵感大王。啊，哪家在娶亲吧？走吧。最最仁慈的河神是灵感大王，献上一对童男女，年年岁岁保四方。最最仁慈的河神是灵感大王，献上一对童男女，年年岁岁保四方。最最仁慈的河神是灵感大王，献上一对童男女，年年岁岁保四方。最最伟大的河神，今年的童男女就是你们陈家。妹妹，我来装河神抓你好吗？不，不要嘛！啊！我来喽，我来喽！抓到你喽，抓到你喽！快跑！抓不到，抓不到！我一定会抓到你的！哎，抓到喽，抓到喽！哥，你看，请问你们是来找谁的？小孩，快拿点多的来。八戒。哦。哎，小孩，你们家大人呢？俺爹俺娘都去祭大神了。对，是村口上那个，应该是吧。是的。哎，哎，不成不成，给我摸一下，给我摸一下，我怕痒。不好，好，我不行了，求求你们快放手吧。孩儿，跟谁在玩呢？爹娘，孩子，孩子，真是乖孩子。孩子，施主，贫僧有礼了。我们师徒四人路过你家，想讨点水喝。哦，师父快请。多谢阿弥陀佛。师父，一路上一定很辛苦，屋里坐吧。不用了，谢谢。
师傅，先喝碗水吧。嗯。施主，你好像有什么烦心的事？几年前通天河来了个河神，每年要一对童男女祭祀，今年轮到我家的孩子。这河神是个什么东西？他来去无踪影，我们也没见过他什么样，不过从风里闻到过一股鱼腥味。吃人的不会是神？没错，又是妖怪在捣鬼。刚才那巫女我看就像妖精。悟空，你们几个想出办法了没有？这一下子还真想不出来。我脑子不好使。沙僧，你呢？我看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。有了，快说！快说！我忘了。你这呆子，其实很容易。晚上我和猴哥守在祭台上，妖精来了，给他一耙不就完了吗？妖精要的是童男童女。看见你们俩的模样还会来吗？干脆我和八戒变成童男童女引妖精来，然后下手。哎，不成不成，我要一变武功就差了，说不定真会让妖精给吃掉。哎，还有我呢。八戒，你该试试。我不会变女人，只会变石头盆什么的。师父别信他的，他会36种变化。好吧，我试试。变！啊！我说过我不能变女人吗？啊！悟空，给他帮个忙。哎，好嘞。呆子，我来帮你啊。哦，来，肚子。哦。啊！耳朵。你们看怎么样？快半夜了，妖精怎么还不来呀？说不定已经来了，正在黑暗中看着我们呢。在哪儿啊？你可别吓我。来了来了，我们在，怕是不敢来了吧？哦，生意好粗啊。对不起，耽误你吃我们了。你要蒙上眼睛吗？不用。你是先吃头呢还是先吃脚？尽管吩咐。哎呀，我吃人连骨头都不吐。那就更省事了，你把嘴张开，我钻进来。快点啊，我都等不及了。怎么有尾巴？多二两肉还不好吗？我还是先吃童女吧。不不不不，我的皮厚，你还是先吃它吧。变！糟了，我忘了口诀了。我早猜到这里头有鬼。
嘿嘿，我有金刚甲刀枪不入，懂吗？打他的脚背，打他的脚背！呀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！哎！啊！我大吼一声，后来啊，妖怪就用脚踢我。你真厉害，了不起！我把妖怪镇住了。猴哥按我的话做了。八戒，你这样子怎么去西天取经啊？昨晚我忘了口诀，变不回来了。都这模样了，还怎么能挑担呢？最要紧的是，别人看见和尚堆里怎么有女人呢？是啊。啊，原来是唐僧师徒。师父，千万不要抛下我，我再试试，一定要变回来，变。不对，不对，变，变，变。好，再变一个。变不回来了，都怪猴哥。别着急，大不了给我做女儿。呆子，快点叫妈妈。不，我要跟你们去取经。啊，馒头，馒头，馒头来了，先吃吧。馒头，我要，我要。大王，我已经听清楚了。那猴头是什么来历呀？嗯。他就是有名的齐天大圣啊，如今他保唐僧上西天取经。唐僧，就是那个只要吃他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的唐僧。一点不错，他现在带着三个徒弟路过我们通天河。嗯，这可是大好机会呀。我看不要硬抢，还是智取为好。嗯，大王不是会刮风下雪吗？我想起来了，口诀我想起来了。那你就试试吧。好，变。啊，原来是饿昏了头。馒头总是跟我有缘分。好了，徒儿们，明天可以上路了。六月天怎么会下雪呢？师父，我去看看。河水也结冰了。师父，我去看看冰河可以走吗？猴哥，我试试。哎，也许老天知道我们没有船过河。师父，冰很厚，放心吧。沙僧，我们赶路吧。师父，小心！唐僧来了吗？路上连个饭铺也没有。通天河800里宽，这么慢吞吞的走下去，几时才能到？他们来了。沉入水底不见了，我看这雪这冰窟窿都有鬼，肯定又是那妖怪设的诡计。那怎么办？总得先去看看师父关在什么地方。没吃到童男女，却换来唐僧的肉，哈哈，太合算了。你们等在这儿，我进去看看。大王要吃唐僧肉，我是替他送葱姜来的。大王，您要吃清蒸的最补，而且味道比红烧的鲜。
可惜没有葱姜啊。大王，大王，葱姜来喽！大王，哎，还有酱油、醋、胡椒粉、花椒粉，我全都给您送来了。好好，你真聪明。大王，您是要先吃他的头呢，还是要先吃他的脚啊？啊，这声音好熟啊！又是他。他是谁？就是那可恶的猴子。在水里我可不怕你。哎，啊！抓住他！啊，猴哥，师傅果然被关在下面。猴哥，你在上面等我，把妖精赶出来，你给他一棒就得了。呆子，今天怎么胆子大了？昨天我变成童女，没有武功，今天我有钉耙，也该露一手了。小心点，打他脚。沙僧，你一起去。是诡计，那猴子一定在上面等着。有理，我还是去吃唐僧肉吧。是，是我，别打。是你们啊，来。哎，妖怪呢？他们好像知道你在等他们，不肯出来。哼，他们是不敢出来。妖怪会变鱼，脚也变没了。要不然我早赢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猴哥，你看那儿。这篮子好熟啊。悟空。菩萨。仙鹤送来的竹篮子可助你一臂之力。哦。原来他是观音菩萨的宝贝。宝贝，太好了，让我试试。变变，你倒是变呢，破篮子。我得试试，也许有了它，我就可以抓住妖怪了。猴哥，小心啊。不要吸我！不要吸我！不！
你又是谁在吵闹啊？啊？还有谁？你的猴爷爷。我上次让你跑了，这次饶不了你。我有这宝贝，你的金刚甲没用了。去你的破篮子，我才不怕呢。我先走了。不要逃。不要啊，我不是唐僧肉了，我不是童男女了啊。这可真是个宝贝啊。是啊，我要好好的谢谢观音菩萨。快去救师父。你们的师父一点没事儿。师父，徒儿，我本来住在通天河底，妖怪占了我的石洞，现在好了，我可以回家了。哎，这通天河可怎么过呀？这容易，我送你们就是了。把誓言当。